臣行此疾，殿下深为不喜，但今日臣必须要。然后回过甲床中间的时候啊，轻轻的在上面荡一荡。对，我要振作。正是，我要护住我的烤鱼。烤鱼？啊，我是说我要保住属于我的东西。这个指甲就很长的了，就比较长的了。然后我们编带编的时候啊，这个是有点肩型，对吧？带编的时候啊，这样画过来啊，这样一带就好了，就带上了啊，就可以啊。这是第一遍的这个颜色啊，仔细看一下啊，后缘还有两侧，每一遍都一定要薄涂啊，颜色基本上是两到三遍就可以，不要超过三遍。这种颜色比较实的呢，两遍就可以了。薄薄的去涂啊。好，然后我这个说到这里了啊，然后我擦掉，咱们做款式了啊。做一个雕花，简单的雕花和水彩。